帮助偏乡地区的孩子，我就去了。这跟消费跟不消费有什么关系？知道，刚刚才知道。哎，相机呢？我获得通知，主办单位希望我们一起城市局一起开一个慈善团体的公益会，帮助偏乡地区的孩子，我就去了。这跟消费跟不消费有什么关系？我完全不知道荷兰消费只有。